在我健身的时候竟然忍不住受到这种诱惑，我竟然就走进来了，哇，真的是我太可悲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们约运动不是今天要运动吗？我都已经运动一个小时了嘞。啊，对了，你刚刚在路上，你不是说你要先去上厕所吗 ？OK 啊，那你就先去啊，我们等等再见，约在这里。你先去。Later。等你等太久了，这间太香太好吃了，这个鸡腿排便当炭烤的超赞的。你以为我只点这样子啊？没有，我还有点其他的，走，带你去看看。你能相信一家串烧店做出来的便当是如此的有水准？先不说烤工如此了得的炙烧鸡腿排，把蛋液裹着米饭当成便当的基底，这样便当吃起来可以吃到双重的享受。买了鸡蛋清新的香气，再加上炙烧鸡腿排，你确定你还能不过瘾吗？这家老板很佛心，不仅有满满的配菜，还注意营养，有绿色的蔬菜，还有很嫩的鸡腿排，附满了焦香的香气，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还有香菇补充多糖体，这样的便当营养绝对满分啊！从便当如此的花花绿绿就可以知道店家的用心，光这个套餐就很适合我刚运动完身材健壮的吃播主。你是不是很久没被打锅了？一份这么费工的便当套餐你吃不饱，里面还有一份古早味面线哦，这样一份150块台币有找，还不佛心吗？这是便当的菜单价钱。他们家的羊肉串我觉得有点偏硬，但是呢，孜然味很香，哇，一定要再来一口。嗯，老板有交代，较贵的孜然或是大红袍花椒是上等的药材磨粉，为的是想提供消费者平价但高品质的餐点。这个不是鸡皮，这是鸡肠，从你家的火够旺。好的大红腿，外酥，然后完全有一个炭香气在。一会儿再来一个，太香了啊！啊，真香！太棒！哇，这个香菇比我的脸还大一朵呢，这样就更大了。先生，请不要玩食物，看起来很水灵啊。可以。这派香菇有一个，它的菇味很重，因为他们家的，烤过菇后，它的香菇味不会特浓，可是还是保有香菇的鲜味。真的忍不住，这个不是比脸大，这个是比眼睛大的白带鱼。它说成这样一卷一卷的以外呢，我看上去是很水的，含水量更高，干了。我已经预设立场，其实白带鱼会很腥，但它的没有，因为一入口我吃到的只有水分，还有鱼肉的香气。再来一个，我觉得它很好嚼，它不是刚才那种白带鱼，真的不需要嚼很久，而且是没有刺，完全也没有刺。这个味道我喜欢，受不了了，可以软香香。我刚才已经先偷吃了，来吧，看看它这个烤的多均匀。哇，这家如果我住内湖，天天来，我觉得很可以。肥软香肠就最主要可以吃到它肥软。废话语录加一。哇，还有香肠它里面那个猪肉的那个猪油，哇，我这个晚餐不用吃了，哇，太爽了！其实你要说什么东西是最普通的，我只能推荐这个牛是比较普通的。可是他们家的每个东西，它是有炭香味，炭烤的功力我觉得真的很不错，很用心。好了，我蛮推荐这家的原因是因为呢，我觉得不仅好吃以外，在我健身的时候竟然忍不住受到这种诱惑，我竟然就走进来了，哇，真的是我太可悲了。不过它真的好吃，而且它最近还有个外送优惠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我们吃货多吉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